大家好，我是阿源。如果要我在2021年度揀一首歌的话，我会揀阿Jo的《沙之氣》。《沙之氣》是重新系列的第二部曲，比起之前的讲爱情或者一些情情塔塔的东西，这首歌讲的会是比夫妻或者恋人更加深入或者更加血肉相连的。他们讲的就是母子。与其说我会推这首歌，我反而会更加推埋这个 MV，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是有些位置写得比较不是那么白，也都是有少少圆。虽然这个 MV 有些位置是有些勾流的，例如他好像个阿妈生 BB 的时候，我看到个 BB 生出来是茄汁的塑胶公仔，同埋个阿妈老了的妆也都是有些不是太老麻麻地咁样。但是我会说这首歌好表现到那种一个单亲的妈妈和个仔的关系，他们虽然是成日吵吵闹闹，又都好像很憎大家爱恨，但其实他们心底里面到最后都是 会是爱对方或者关心对方。尤其是在 MV 里面，当阿妈失了智之后，即老人痴呆之后，他最开心做的事竟然就是拿回 BB 衫出来烫那一下，其实会看得到一个阿妈对个仔嗰种爱恨交缠，同时间亦都明白点解啲阿妈会咁锡啲仔女。虽然佢哋两个系独立嘅个体，但系佢哋都系曾经有10个月连为一体嘅一种经历咯。咁系咯，而家中意嘅朋友就听下呢首歌啦。